小女的同学在上台上，在上台上来访问一下嘛。不要走嘛。好，小女同学帮我们站起来。好。社长，这是雄宇原住民社团的社长。对。好，社长，讲。不要。来呀，大家好，我是雄宇原住民社团的社长。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，谢谢。你们歌曲明天，表演的舞蹈是拍肯瑶，那他是有，他是原住民少女，在什么时候唱的呢？爱笑的舞吗？他是在丰年祭，就是有丰收的时候，然后唱的舞，就是丰收，然后所以很快乐，所以要跳这个舞。百合花的含义就是丰收的作物啊，中还是中式用的。对啊，百合花好像是原住民的那种，算是象征的意思。像你，然后你荷花之类的。对啊，那你们的衣服有知道是哪一个族的吗？不知道。可是就看感觉起来就很朴素这样子，对对。然后你们又很腼腆，所以好可爱哦，对。那我们谢谢小女。谢谢你们表演，谢谢。然后看完那个什么，从小女开始聊了，接下来大家的节目是主任的庆丰年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主任的庆丰年。